2月7日，莫文蔚微博晒出一组照片给大家拜年，并配文：大年初三，恭祝各位欢乐融融贺金珠，金银元宝堆满屋。照片中，莫文蔚身着红袍，头顶元宝，手捧菠萝，用喷钱机上演另类拜年。对此，网友们纷纷评论道：气质多变的女神姐姐，新年好啊，超漂亮的。